身高不是距离，年龄不是问题，当然体重也不会是压力。台南有一位体重高达87公斤的陈红珍小姐，她昨天和58公斤的李志刚先生甜蜜走入红毯。虽然他们两个人的体重相差30公斤，但是相恋10年，终于结为连理，让这个新嫁娘也开心的把新郎给抱起来，兴奋的说她是抱得英雄归。着白纱的新娘与新郎在台南市的联合婚礼上慢慢步入会场，所有新人在这一刻都露出甜蜜的笑容。就在最前排的这对相差30公斤的新人，更是在爱情长跑10年结为连理，新娘更乐的将新郎抱起来。刚刚做拍摄，害羞的新郎今年31岁，体重58公斤，太太30岁，体重87公斤。担任货运工人的他说，其实自己力气也不差，就连以前太太90多公斤他也能抱得起来。两人因为弟弟牵线，交往过程中曾经因为外貌不相配遭到阻挠，但他们因为真爱仍共赴红毯。红珍，我永远爱你，不管你现在变得很胖很胖，或者以后会变得很瘦很瘦，我最主要希望你的身体能健健康康的，活活泼泼的过生活。如此的真情告白，再度印证了身高不是距离，年龄不是问题，体重更不会是压力，只有真爱才能长相厮守。